凉山州公安局举行向人民报告主题系列之利剑行动新闻通气会，凉山警方通报，3月8日晚，德昌县公安局成功打掉了一个长期依附在酒店、宾馆、足浴店、养生会所外围的涉黄犯罪团伙。该团伙以莫某李为首，通过组织介绍王某、吉某等11名失足女进行卖淫后，每次从中抽取嫖资，累计获利13万余元。经进一步调查发现，11名失足女中4人在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的情况下，依然不顾风险进行卖淫活动。目前已对4名女子以传播性病罪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。卖淫呢不算犯罪啊，容留经营卖淫算犯罪，传播性病，11名失足女传播别人疾病可算犯罪了，艾滋病，4个人都有艾滋病，这个概率很高了。有这个 PC 的偏好的朋友们，你们要警惕啊，挺可怕的。